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可汗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声王城堡。好，旭哥开局啊，就有这个转蛋，可以这样爽爽的无限抽啊，可以抽到爽，超赞的。这游戏的转蛋送很多，那只等一下分享。然后还有这个史上最多礼包嘛，加上隐藏版的序号，最爽的福利啊。然后最多礼包嘛，最强的攻略，还有最爽的福利，然后各种最强的礼包啊，都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。开局拿了一堆超爽的东西哦，这边还可以看广告拿这个钻石啊什么的金币，超爽啊！拿到一堆好用的神角，入手啦，这超爽的，都免费拿了。这个妹子够香。好，最强的攻略，最爽的玩法，都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游戏了。这款游戏呢是塔防手游啊，自动攻击敌人。好，那前面教学呢，你不想看也可以跳过。这边蛮轻松的，比较早期的塔防，这好像出了一段时间了，好几年了吧，所以它的 loading 也稍微慢了一点。早期的游戏果然连读取都会特别慢。来，它会实战的六个英雄。好，祭坛可以强化一下。来，跳过。接下来有这个签到哦，签到的话有经验书这个礼包，经验书啊，金币，然后神器召唤券、转蛋券。还有这个王的神器钥匙，王的召唤书，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转蛋券。最后还有神的神器，神的召唤书，哇，来爽！好，旭哥来分享这个游戏最新、最全、最多组的礼包嘛，加上最新的隐藏版序号啊，这个目前呢都可以用到2025啦，超爽！给大家看一下，首先点画面右上角的设定，最新的隐藏版福利。设定这边画面之后呢，下方有一个输入兑换券，点这个画面下方输入兑换券，点进来在画面中间的输入这个兑换券号码，就是礼包码、虚宝码、序号，这个 CD key 在那边输入。好，输入这一组，目前最新的这一组是可以到2025的 ，K I N G G O D， 然后 C A R T O O N 22 ，K I N G G O D。CARTON22， 按确定，而且是奖励已发放至信箱，表示领到这个礼包码了，确定是可以使用的。旭哥实测给大家看。接下来还有这个 KGCPLAYLIVE 四 KGCPLAYLIVE 四 KGC， 然后 Play。Life 4这样，接下来确定，就显示奖励已发放至信箱，有没有？旭哥独家分享给大家。接下来是这个 K I N G G O D G I F T 23 K I N G G O D， 然后 G I F T 23按确定，有没有？奖励已发放至信箱，有没有？爽啊！独家分享。接下来 ，J O I N， 然后 N O W K G C， 然后 G L O B A L K G C 这个出现好几次，这个 K G C 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了 ，King God Castle 了 ，G O I N N O W K G C， 然后 G L O B A W， 接下来确定，也是奖励已发放至这个信箱，
还是兑换成功了。好，接下来输入这个 E N J O Y K I N G G O D， 然后 C O L L A B E N J O Y K I N G G O D C O L L A B， 接下来确定。有没有奖励已发放至信箱？哇，史上最多礼包嘛，爽爽领起来。这个礼包嘛，前画面右上角一个信箱。啊，信箱它这边要绑定账号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这个绑定一下账号才可以使用这个信箱。好，那旭哥绑定之后呢，就可以领这个奖励了，这个礼包嘛的，有没有这个兑换券？首先有这个资源。然后这个签到福利，这个是转让券吧？转让券有没有？他领取就是会这样子，东西会跑到你的东西里面，这样看起来还不错。好，那拿到转让券，我们可以来抽了，来抽转蛋吧。英雄召唤，来神的召唤术，我们有20个。哇，刚开始就有神的召唤术，来抽一下。神的召唤术，看看抽到什么。神的召唤术应该是比较好的。看一下，金币，丹尼尔，利昂哈特，然后阿尔伯伦。那大家假如不要的话，就是这个 Google 账号这个重新删掉，就是你可以选其他，然后再重刷一次，把这个账号删掉重刷，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手抽，可以无限刷的。经验值，再来神的召唤书，看会抽到什么？金币，经验，哦，里昂哈特，经验值，阿拉米斯，埃文，王的信物，哇，爽啊！这边这个是获得经验值和英雄。啊、这个是必中心的英雄是不是，它有分。好，抽一抽，来，哈特·丹尼尔，开局就可以拿到一堆抽了，可以来养我们的角色，不错。好。开局还蛮爽的，领一堆东西，之后还可以花金币去抽这样。我们那开局拿了一堆金币嘛，这个其实都可以一直抽下去，有没有？这个游戏其实给的福利还不错，阿拉米斯、丹尼尔。这样我们开局的角色就很强啊，可以把等级升起来。哇，最强的神角直接，哎，有新角了，哇，爽啊！新英雄，青儿，青龙继承人，很像观音品的，爽，又一个新的英雄，还拿到他的经验值。青儿，哇，爽啊！隐藏版的神角，继续抽。这个神的召唤书，再来。也可以花钻石抽这样，来，我们用这个5000金币来抽看，哇，开局就可以这样无限爽抽，还真的蛮爽的。旭哥真的还蛮喜欢这样无限爽抽转蛋的，来，好，开局首抽无限抽就分享给大家。这个你还可以三账号一直抽下去，哎、欸，又中一只啊，太爽了吧！又是这个绿绿的米希尔德鲁伊啊，
爽啊！再来，好，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这边了，无限爽抽，分享给大家。好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的攻略，最多礼包嘛，也爽爽换起来啊！在这集影片，好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